这个球点得不错，只能够往一垒传，而且得赶快传，刺上了打者，但也顺利的把垒上的跑者推进到二三垒。五局的上半，兄弟象队先取得点，不过看样子蓝哥桃园队呢，在五局下半呢，是希望能够还颜色，且希望一次啊能够把分数给超前，那是更好。